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礼拜开播大中华新闻周报，我是杨淑晴。鹿港溪是鹿港镇内排水主要汇流的所在，只是每到热人溪内的草啊总是生了特别长，而且当年都来堆积嘛真严重。鹿港镇长柯志宏日前邀集管护水族处相关的工程人员前往鹿港溪出海到附近来会勘。鹿港溪是鹿港镇内排水主要汇流的所在。鹿港老家地势真低，若去拄到落大雨，雨水拢会借由下水道排到鹿港溪，就惊淹大水居民的烦恼。鹿港镇长柯志宏邀请管护水族处相关工程人员到鹿港溪出海口附近会勘。这急降雨啊，雨势也很大，啊尤其啊这段时间也是接近这个梅雨季，啊，所以所有的民众都真正关心，尤其咱鹿港溪最近嘛在征地，啊，真侪民众烦恼讲，啊，这鹿港溪在征地会影响到这咱这鹿港溪这排水，所以今仔啊相关单位也到现场，针对吼这个断面吼啊这影响，啊嘛已向这县政府来做一报告，啊现场嘛请县政府这边吼安尼来做及时的了解，啊尤其县政府紧急。讲啊，伫这两天啊，就要来针对这个清淤这部分，今日来做一个整治。啊，尤其这个老街吼，也属于一个较低洼的所在，所以大家拢足烦恼讲啊，若落着大雨，咱这老街唔知阁涨水无？所以伫咱公所吼，甲相关单位嘛，紧密吼在严控这个所在。啊，所以伫前几天落雨的情形，这个水位还没有达到一个危险的吼，这个警戒。啊，所以嘛，会当公司啊，足啊幸运的吼，啊，这个部分。啊，嘛请相关的这个单位，哦，阮一直来做一个监控，啊，做好就这个吼，啊，淹水的这个措施。会勘了后，针对排水生满杂草，要求赶紧清除。水族处表示，将在两天内请施工单位进行清除工作，希望在梅雨来之前，地当来处理。多张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为了再现八卦山风华，管护规划在大湖风景区后方的民族新村古迹，建置大约两公顷的公园绿地，包括草地、亲子游戏区、景观地方地以及停车场，未来将提供民众大型多元的公园空间。来，有我们的小红帮，有我们的县长跟我们的召唤师去拿。为了再现八卦山风华，管护为了活化八卦山长期用地，管护在二十三号上午在八卦山民族新村古迹办理公园绿美化工程开工动土典礼，由馆长王惠美担任主祭官，祈求工程圆满顺利。三拜。八卦山以前是非常兴哦，我还记得在我小学时阵，我们都要来八卦山民族的哈。啊，曾几何时哦，八卦山有一点没落，那我们希望让八卦山哦，能够变成我们的乡亲的一个这个好的游憩休闲的一个地方，进而能够让更多的观光客也能够进来八卦山。所以呢，我们一连串的几个地方陆陆续续开始在整理哦，我们就希望说让有更好的一个环境，让咱的乡亲哦，有法度来行动。大湖风景区后壁的民族新村冠村古迹，面积大约有两公顷。冠村拆除了后，管护积极向国三署保养土地，搁再向内进步写定资深工程计划，争取1400万的补助经费，打造适合各年龄层以及亲子共游的特色公园。第二层动土平安。啊，副市长答应要来这里。啊，用他们三国家的，就是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经费来建立一个瞭望台，因为咱中华，只若看瞭望台，咱九龙池会当看鹿港中华区足水的，大家拢在那细照八卦山，啊，这里可以看到大肚溪口，可以看到台中港，可以看到整个三面的吼，啊，这个是对未来彰化市的发展很有帮助，啊，再次的感谢王县长对彰化市的建设的重视，我们希望
彰化啊未来的县市合作能够更密切。社管处处长马英杰表示，目前会以营造热融之秋的城市概念设计，工程会顺着山势、自然地形，规划公园游憩区、人行步道、停车场以及景观滞洪池。预计完工了后，会串联八卦山的各景点，让乡亲有多元、舒适的游憩空间。多彰化新闻叶凤梧、彰化采访报道。秀水乡老人人口比例真高，为了照顾乡内弱势长辈，华山基金会等青年现在总算成立爱心停车站，要提供长辈更加完整的服务和帮助。为了帮助行动不便和独居的时代，华山基金会秀水爱心停车站等青年总算是等到设站启用。成立动工，站长和时代留下欢喜的目屎。我们在地服务了七年左右，那还没有在地建站，那终于是在我们今年108年四月份的时候，那秀水天使站已经经过就是我们在地善事的帮忙，然后找到了一个据点，然后成立了天使站。那今天我们就是办了我们一个开幕式的茶会，那也希望借这个活动能够再继续的推广一下我们的送爱的活动，送爱到家，那每日四时能够认住我们的一位老宝贝，然后以及希望能够招募更多更多的在地义工，然后来为我们以后秀水天使站能够服务三师长辈，能够更有效率。彰化区在我们全彰化县总共设立了23个服务据点，然后服务在地的孤老已经有13年了。然后秀水站的部分呢，它已经在地服务了7年，可是迟迟都没有在地设站。然后今天因为在地的乡亲以及在地的一些地方人士，甚至是我们公部门的协助跟帮忙，我们今天终于在我们秀水站设立了一个服务据点，让弱势的独居长辈在我们秀水乡也有一个第二个。透过秀水乡公所以及各爱心企业人士小天帮助，和华山秀水爱心停车站会当搁较完整，继续帮助时代，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情。基金会哈来我们秀水7周年哈，他也在我们秀水落地生根，成立这个服务站啊。长期以来，那个华山基金会啊，对咱秀水乡的一挂独居老人，我们有64位独居老人哈，这一挂访视，还有一些物资啊，这咱一般咱这个政府做袂到的哈。华山基金会这个王站长哈，对咱这些独居老人拢非常照顾。在这里感谢华山基金会，还有我们秀水狮子会，其他在善心人士。搭上爱心砖，选个华山基金会秀水爱心停车站正式启用。华山基金会目前伫全台成立387个爱心停车关怀据点，免费提供到处访视，甲完成洗身躯等服务，希望借此建立社会互助自助的模式，关怀当地居民甲年长者，互因感受到社会温情。多彰化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新港乡溪底社区关怀据点提供多元课程，只要上课时间一到，社区长辈就准时报到。就业服务即时通，让您就业好轻松。你户贷舒适不舒适？专业办理帮屋土地123胎贷款，证件齐全，马上申请，马上付款。银行利息、农地契约买当办理。电话0988205738，你户贷舒适不舒适？电换曲调，转换心情，音乐频道海量音乐任您挑选，新频道最懂我的心。
现在收看的是开播大中华新闻周报，我是杨淑晴。新港乡溪底社区关怀据点提供社区长辈的晚课程，只要上课时间一到，社区长辈就会准时报到，也来展现青春活力的本土精神。好棒好你着老师的口号，把金甲头放互恁。新港乡溪底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只要上课时间一到，就准时出现伫活动中心，因为可以当甲大家做伙跳舞舞乐。我们星期二、星期四都有祭典啊，啊老师都会来带动我们跳舞啊，啊看到老人家也跳舞的高兴、开心的样子，我们也志工也觉得很开心呐、啊，哎，啊，早上都有准备那个面包、点心啊，还有午餐呐、啊，啊就给那个老人家一起共餐呐、啊。当场休困时间，社区志工会甲前一天做好的知识摕出来甲长辈分享，和大家补充体力，准备迎接后半场。快乐啊咧跳舞，啊大家做对大家讲话，啊较快乐，较快过日。啊，我都想着讲大家一只足趣味的啊，啊大家分享者安尼啊。传米粉圆啊，啊圆啊是一个八珍宝啊赞助的。家己做诶，家己做诶，水工家诶，老诶，一大大家来做诶。参与关怀据点的长辈表示，规个社区就亲像是一个大家庭。上课了后，食完志工准备的米皮中昼顿，才会回去休困，和生活变甲真充实。所以有时阵也准备食材，再来社区和志工料理，甲大家做伙分享，共度欢乐时光。多种化新闻也丰富，新港采访报道。秀水乡立幼林园带着学童来到秀水联合创作陶坊进行陶艺课程，让囡仔会当自细汉接触到陶土，培养对陶土的兴趣。捏红啊，选土，住伫你都市内面的囡仔，要选土的机会真罕。秀水乡立幼林园特别带着学童来到秀水的联合创作陶坊，带着老师的指导来做古锥大手。这是我们秀水乡立托儿所哈，啊，大部分的小朋友来到我们本乡，我们秀水乡金新村的这个联合艺术陶坊捏陶的这个课程，户外教学哈，啊，小朋友从小哈接受这个艺术的这个熏陶，当然哈，在两位李老师的这个指导之下哈，今天的课程非常的丰富，也让小朋友参与一些艺术的这些活动。在你小朋友动手做了后，真侪大大的目睭、嘴唇、身躯，毛由千变万化，真古锥。动手做的过程当中，互因感觉真好耍。联合创作陶坊刚好有秀水乡托的那个大班的小朋友来我们工作室玩陶。然后儿童玩陶的话呢，对小孩子是非常的重要的，他不仅能在制作过程当获得一个成就感，而且他小肌肉的发展对他将来的那个握笔能力也非常有帮助。好，所以我们每一班过来这边的话呢，我帮他设计不同的课程，然后让他们在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展。透过动手做的过程当中，囡仔会当充分发挥想象力，同时把艺术用入去生活当中。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彩虹报道。河美电力幼林园在河美高中体育馆举办一年一度的亲子体能运动嘉年华，和家长陪囡仔进行体能游戏，增进亲子良好的互动关系。今日去地下努力向前跳。爸爸妈妈也是小哥哥小姐姐带在身躯边，做伙进行体能游戏。河美电力幼林园在河美高中举办一年一度的亲子体能运动嘉年华，活动现场热闹滚滚。是我们举办这个嘉年华会，让我们的亲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能够最好，然后增进我们的感情，然后让我们在借由这个竞赛当中，想去了解我们家庭的一个重要。能够经营，让我们的很美的一个幸福能够更好。
年幼林园举办的体能运动嘉年华会，总共来自17个班级，有424位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做会参与。我们最主要就是利用假日，让我们的家长陪同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运动，然后增进之间亲子的感情，度过一个欢喜的一个周末，让大家能够开开心心运动，而且能够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为密切。店长然后就表示，囡仔当年真珍贵，希望当借由安尼活动，增进亲子关系，共创美好回忆。多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这礼拜报道台湾话，要甲何乡亲什么意思？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话。今仔日的意思是立即，立即的意思是立即，顿起来，欠起来。咱来看例句：三代立即，一代开腔。过来是俗语，问问啊，好落句，好买单。意思是。一摆欠一挂，豆豆啊欠，欠久也变多。今年气候异常，暖冬加上雨水少，嘛和饲蜂业者讲，今年是饲蜂的寒冬。我喜欢健康三合一。我喜欢保养三合一。我喜欢舒适三合一，省一点啦。我喜欢凯擘大宽屏精神三合一，凯擘大宽屏光纤上网有线电视 HD 高画质套餐三合一，每月只要899，上网看电视省很大哦。还有机上盒 My Video 随选随看，再送礼券1000元。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欢庆运动合台 4K 转播悍将主场赛事，办超快光纤上网 4K 电视轻松抱回家，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再享机上盒 My Video 豪华月租3个月免费。 HBO 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主播，我是杨淑晴。今年气候异常，拄到暖冬加上雨水少，造成荔枝以及林荫等高树的开花率败，地疏蜜蜂采袂到蜜，严重影响饲蜂产业的蜂蜜采收量。伫八卦山脉经营50多年的饲蜂业者表示，今年是饲蜂产业的寒冬。今年气候异常，暖冬阁无雨水，地疏荔枝以及林荫等高树的开花情形无理想，开花率根本无到一成，造成蜜蜂无多采蜜，蜜蜂家己都食无够啊，饲蜂产业阁开始无蜜通好采收。啊，即摆天气无好啊吼，伊即摆蜂啊吼，咱即摆咧甲采收蜂蜜啦吼，伊嘛要紧张，伊嘛要食倒转去啊。啊，所以讲，即马即算外口天然条件无够，咱来去甲进口个，无伊烧厂。伫八卦山脉经营50几年的饲蜂业者邓世斌表示，今年开花率是上歹一年，第一届拄到安尼情形，饲蜂业者也真无奈，佮较表示今年是饲蜂产业的寒冬。因为你今年要开花时阵啊，几多大冬，啊大冬花冬要开花的时阵啊，伊袂赴，伊无水分嘛。等下到雨水温的时阵，时间已经过啊！你看看咱今年
龙眼荔枝啊，它的开花成分啊不到一成，冠状无灰啊，啊你无灰你袂泡咩啦，就是靠百花蜜啊。今年泡蜜产量大减，大约减少95%的采收量。不过，持棒业者表示，价钱未有上大的变化，因为惊起价会让进口蜜、核心蜜的市占率提悬。目前够旧年的库存，消费者也是会当找信任的棒农买棒蜜。多中华新闻李冠军中华采访报道。台湾传统的技艺文化丰富，其中的政府工艺师必须爱会晓木雕、插画、彩绘、宗教科仪、手绘流程。鹿港政府工艺家陈宗伟，除了是林间国宝徐志辉的弟子，也来传承徐老师的技法和精神，透过镜头带你来了解。骑着腿啊，讲雕刻刀，依照树身插头的线条，专注雕刻。画面中这些作品都是庄佛工艺家陈宗伟创作的作品，按车顶工厂转导到庄佛创作，一路上真辛苦，后来成为林间国宝徐志辉画团弟子。因为现在神像雕刻几乎都是，很多很多区域都是只有做一个工序或是三个工序，那传统神像有14道工序，从原材到粗胚、细胚，到安金化色、盘漆线。它的工序非常繁杂，那我们特殊地方是由头至尾都是自己在工作室完成。鹿港店长柯志宏也正来探访这个工艺家，希望民众熟悉传统工艺以外，也会当提供一个真好的工艺家交流平台，让乡亲了解鹿港工艺。这个树土，啊，搁一款吼，这个陶土，来呈现吼一款这个神明的这个作品。后来一个因缘机会，甲咱人间国宝大师陈，徐志辉老师。学习啊，四年有成。后来哈，伊家己哈，爱暗时嘛，当然哈，来咧研习，即个增即个训练。啊，尤其安尼个人哈，嘛非常辛苦。进前哈，伊也过一份正一个工课，定定利用暗时，吼啊，家己安尼做即个研习的工课。但是安尼按旧年开始，伊专心到咧，吼，针对就是用即个增幅啦，即个工课，啊，专心家己的才能，会当展现伫个即个趣味内底。啊，由于咱的即个少年家会当讲投入即个工艺，啊会当吼，啊照即个传统文化，即个安装照古迹，安来装即佛啊，即非常无简单。按这学徒到家己开始设计装佛木雕，一路走来，陈宗伟对木雕真热衷，在你未来创作的路上，也会继续学习，要点点啊守护这项珍贵的传统文化。多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中华馆的美术馆现在起展出科学摄影、自然甲艺术之美摄影作品等，内容包括物理、天文、化学、生物等等，作品兼具艺术甲科学内涵。从今日开始，伫中华馆的美术馆展出科学摄影、自然与艺术之谜，现场有64件作品，内容涵盖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各医学等领域。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自然与艺术之谜，然后因为我们知道科学跟艺术的渊源是神秘，然后所以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在我们具有艺术跟美术的一个展示空间，我觉得展示是特别有意义的。那我们这一次自然艺术之谜的这个科学摄影活动呢，有分青少年组跟成人组。那这一件作品呢，就是我们青少年组的首奖作品之一，好，它叫做《生命的逗号》。那拍摄者呢，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呢，家里吃的柚子。然后把柚子的种子呢，就把它埋在阳台的这个花盆里面。后来那花盆里面就长出了、冒出了这个柚子的一个幼苗。之后呢，吸引了这个花凤蝶来产卵。好，然后他就观察这个幼虫从毛毛虫的一个蜕皮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来去收集它的头壳。然后从10、20、30、40、50，好，这过程当中把它收集，然后把它排成一个逗号，因为他觉得每一个。头壳代表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他这个作品呢，就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说科学，时时存在于我们的周围的周遭环境，只要我们有一颗观察的心，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非常优秀、具有科学跟艺术美感的一个作品。
现场展出作品有详细解说，后来看展的人唔来当感受到艺术之美，皆当深入了解大自然的神秘样貌。科学电影展展出日期按现在起到7月28日，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中华彩虹报道。这个周末假期天气如何？透过气象预报报告，详情知影。以上就是这礼拜开播大中华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淑静，祝福乡亲万事顺心，咱再会。饭后大家像死鱼一样无聊，爸爸一直担心店里的状态，阿公觉得无线台转来转去好无聊，我的网路又慢又卡，玩游戏一直输，气死人了。大姐手机讯号不稳，直播常常会断。二姐跟妈妈吃饱后无聊到发呆。自从我们家装了一条光纤网路，我的网路用标的打怪攻城略地不再卡卡，阿公也很有精神的看第四台，爸爸装了 Home Security 就很轻松的可以掌握店里的情况，透过高速 WiFi 的环境，大姐可以开直播卖东西，不怕讯号中断。 My Video 上有无数戏剧电影，二姐就可以追剧看她的欧巴了，妈妈也不用出门逛街就可以上某某购物。这时大姐在直播中看到阿公昏倒了，大家都跑过来关心阿公，爸爸教妈妈紧急按下 Health Care 服务键按钮，并询问阿公状况，也量血压做血糖检测。我倒是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在瞎忙什么，因为阿公根本是睡着了。来报道 HD 免费频道任您看，真正的1080高画质，比比看就知道，不但高画质，频道内容选择多更多，打开遥控器235台至244台，一连10个 HD 频道，让您满足视听的享受，独享的 HD 免费服务，新频道就是对您比较好。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
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洽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